台湾的歌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富城。我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没有台湾做演唱会了，我非常想念的大家，也让大家久等了。但是我现在可以开心的告诉你们，我会在今年的12月底回到台北小巨蛋演出我的 Iconic 演唱会。我和我的团队将会带来一台非一般的舞台视听体验和歌迷分享。就约定了这个十二月一起共赴我们这个小巨蛋 Iconic 之约。到时间，跟住落嚟嘅就会系喺12月，我嘅巡回去到台湾小巨蛋，希望喺到时台湾见，多谢大家 ，I love you。